香港就嚟淪陷，揾咗四間醫院都冇床位俾我個仔，而家發燒住院，香港就嚟淪陷。而家香港仲衰過大陸，8點幾揾到12點幾先揾到醫院入醫院，全部都冇床位。而家係凌晨12點先至揾到一個床位俾我個仔。大陸有錢都有得入院，香港連有錢都冇床位。都不知道什麼世界，住這個浸會醫院住了3天，吊這個鹽水吊了3天。我今早問他吊什麼鹽水，他說吊 Augmentin。 Augmentin 是一種普通傷風咳的抗生素，沒可能用來醫肺炎。我現在打算 dishonor 他的 visa payment。 今早我打給我醫生的病人，他叫我看這個胸肺科的兒科專科醫生，我現在希望他入到院，現在在這裡等，就是這樣。他說他沒得教，叫我踢我們出院，我說你老美，我實不找數。好，而家嚟紧第6間医院，浸会踢咗我个仔出院，话冇得搞。跟住去咗法国，法国打电话去话呢、这个伊丽莎白话 ICU 冇床位。而家我结果嚟呢个玛加烈，我试一试。但你话买医疗保险嚟托咩？结果都系嚟政府医院，嘥气。不要買醫療保險，嘥氣。呢度係瑪嘉烈嘅急症室，大家認唔認得？結果我都係要嚟。一嚟到瑪嘉烈醫院嘅急症室，第六間醫院，希望有得搞。私家醫院係冇得搞，你買咗保險都冇作用。